赛事、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足球小宝贝，今天给各位带来英超分析。利物浦对上沃特福德，利物浦上赛季是欧冠冠军、英超亚军，本赛季核心阵容保留，且技战术体系成熟，目前英超创下历史最佳的开局，15胜1平。沃特福德是英超中游球队，球队老化严重，且引援力投入不高。